站在树林内就如没氧气，在夕阳下寂寥还无权利见你，早知高的山低的谷将你我分隔两地，失去人情味，你那贵族游戏，我的街角游记，天真到信真心猜疑起。草原最美的花，火红的萨日朗，一梦到天涯，遍地是花香。流浪的人儿啊，心上有了他，千里万里也会回头望。草原最美的花，火红的萨日朗，火一样热烈，火一样奔放。痴情的人儿啊，心上有了他，有种幸福叫地久天长。天下有多大，随他去逛逛，大路有多远，幸福有多长。听惯了牧马人悠扬的琴声，爱上这水草丰美的牧场。花开一抹红，尽情的怒放，河流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，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，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，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，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看了你的日记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。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，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，时间着急的冲刷着，剩下了什么？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，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，纵然似梦啊，半醒着，笑着哭着都快活，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，晴时有风阴有时雨，争不过朝夕，又念着往昔，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。嗨美女。嗨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石头啊。这不只是石头、哦。
你会吗？会啊。来，那你试试。还不错哦。就我们小时候好玩的东西还是蛮多的，像我们以前玩什么玻璃弹珠啊。是啊，我90后现在都快30岁了，都在忙工作，生活压力也很大，已经很难找到小时候那种很简单的快乐。有时候真的很怀念小时候那种无忧无虑的时光。哎，我的车来了。谢谢你，陌生人。先生，您的外卖到了。好，放哪儿了？哎，等一下，把这个快递给我寄一下。那先生是这样，我后面还有很多外卖要送。寄个快递耽误多长时间？快了。啊！喂，快过来呀！快递拿错了，快！啊，行行行，真不好意思，真不好意思。我这么麻烦你，你不嫌烦吗？您是我的客户啊，你看见没有？这才是对工作的态度。从明天开始，你接替他的位置。你走人。他什么位置？总经理啊。那我一个月能赚多少钱？年薪10万，不是梦。10万？嗯，我还是继续送外卖吧。我还是继续送外卖吧。我操！师傅，我在火车站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，我是你上一个乘客，你车里是不是有一箱八宝粥和饮料呀？哎，美女，你帮我看一下后面是不是有一箱八宝粥和饮料？有，在这儿。哦。啊，有的有的，你在哪儿？我给你送过去吧。不用了，师傅，我已经上动车了。那就送给你吧。那不行，你看看多少钱，我给你转过去啊。哎呀，可是我这胃病也不能乱喝东西啊，这咋办啊？师傅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我挺喜欢喝的，你100块钱卖给我吧。能行吗？啊，咋的咋的，懵了吧懵了吧大呢。老师，你叫我干什么？叫你干什么？这一次期末考试你又是不及格，去把你家长给我叫过来。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每一次都是这样说，这一次不行，立刻马上把你家长叫过来。好吧。叔叔，咱们商量一个事儿吧。嗯，什么事儿啊？我给你50块钱，你假装一下我爸爸。我说你们现在这帮小屁孩啊，不说好好学习，天天净想些歪门邪道的事儿，这学习成绩能上去吗？回来，最少100。我没钱，我只有50。老师，这个是我爸爸。是你？不是说你是单身吗？这孩子哪来的？你听我解释。爸，怎么这么？赶紧，我再给你100块钱，给我解释清楚，快点！哎呦我的妈！哎，莹莹啊，有个字我不是很会，教一下我呗。什么字？一个土加一个贝，念什么？爸。哎，喂。没有一点点防备，也没有一丝顾虑。竹字旁加个思绪的思，念什么字？爹。我知道你很难过。吉祥三宝会不会唱？那当然会啊。一起唱，你开头哦。啊，预备。爸爸。哎，乖儿子。我们谁也不肯承认。你是不是不肯认输啊？是啊。那我要放大招了。来呀，今晚来。那我说上半句，你说下半句。大吉大利。金榜吃鸡。喜羊羊与灰太狼。大头儿子与小头。爸爸。哎，终究还是你爸爸。葫芦娃里面那个老头叫什么？爷爷。哎，我还是你爷呢，大上大。一生要想的爸爸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？我这棉袄上怎么破个大窟窿啊？这我也不是故意的呀。这我新买的，还没穿一星期就弄个大窟窿。
你看咱爸那么大岁数了，他肯定也不是故意的。哎呀，老公，你别生气了，我给你1000块钱啊，你再去买一件。关键这不是钱的事儿，我这新买的没穿几天呢。老公，咱们当初不是说好了吗？两个人挣的钱一起花，来拿着吧。刚发工资啊？嗯，爸，你就别生气了。爸，我给你1000块钱，你也去买一件新的啊，别天天穿你女婿。不识借来之时。爸，你就拿着吧。咱哥说好了啊，这是最后一次。给了你多少？1000，你的吧？啊，也是1000。走。哎呦妈！妈，你赶紧回来吧，我爸他们拿了你2000块钱。啊，对。老婆，我给你买了个新手机。真的假的？当然真的呀。怎么也不给咱爸买个新手机啊，他那手机都旧了，用了好多年了。咱爸那么大年龄了，他用这么贵的手机干嘛？手机嘛，能打电话能发短信就行了。我出去散散心去。哎爸，我给你转钱，你去跟你老战友喝点酒去啊。不用了不用了，我给你转了，现在给你转，给你转过去了啊。你说你干嘛非给我买个手机啊？今天不是咱周年纪念日吗？那你也不能说话不顾咱爸的感受啊。对不起啊，我还真没注意，你赶紧拿着手机，我赶紧去安慰安慰咱爸去。嗯，去吧。女婿，豆豆给了200，咱俩一人一半，我现在给你转过去。好吧，那个如果豆豆发现了他要打我，你可要帮我啊。他敢。下班了，这跟谁聊天呢？聊这么开心？啊，没谁，一个普通朋友。普通朋友，我看一下。宝贝儿，我想你了。宝贝儿，想你了。真好。我只是跟他逢场作戏玩玩而已，别当真。逢场作戏。作戏都他妈坐到床上去了，对不起。不用说对不起，我怕你以后还不起。原谅我行吗？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要什么都给我。你要么给我爱，要么。要么什么？要么给我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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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以加你个微信吗？我可不可以加你微信？加个微信怎么样？我想加你微信，我就觉得以后还可以聊一下。我有男朋友。加一个吧。你找我还是我找你？你找我。哎，坐什么？坐微商。不是，我们单身狗也是够可怜的哈。你这个真的可以找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太搞意思了。啊？你穿女生很好看。谢谢。可以加你个微信吗？可以。啊，可不可以？谁可以加个微信啊？谁？你找我还是我找你？一个人挨着。上一排。很奇怪呀、啊，你要打什么？我看到了。我拿出手机了，我拿出手机了。你好，小哥哥。可不可以帮我补一下口红啊？喂，可是我刚才吃东西的话口红掉了，然后能帮我补一下吗？那好吧，谢谢。谢谢。不好看吗？不看。可是你补的好像有点多哎。我能还你一点吗？你要怎么还？你把眼睛闭上，你把眼睛闭上。拜拜。
一年我们无止境的争吵，和好再争吵。我们分手吧，我收购你了。好，你说的你别后悔，希望这次过后咱俩谁都不要和好。好，说到做到。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？和好容易，付出难呐。说不出口，你我就像掉在地上的玻璃，怎么站起来留在心中。真正分手那一天，我就像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囚徒，突然听到自己被释放，不知道自己是喜还是悲。这就是我的男朋友。哎，叔叔你好。你怎么来的呀？哦，有车了。那你平时住哪里啊？我套房子。服务员点菜。对了，小伙子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我是配钥匙的。最近咱妈总嫌我做的饭不好吃，是不是对我有啥意见啊？这老太太真是，又不用她做饭，凭啥对你指手画脚啊？我现在就要把她送老家去。别慌。也不是啥大事，也不至于把他撵走吧。你这么着，以后啊，他要是再对你指手画脚，我直接把他送老家去。行，那我睡觉去了。韩子，这段时间好像你媳妇对我有点意见。咋了妈？那天做饭的时候我说了他两句，我说不愿意吃辣，他还不乐意呢。哼，他还不乐意了。我告诉你啊妈，没有人比你在我心目当中更重要，我现在就把他送娘家去。别，坐。只要妈来的时间还短，我们需要磨合。我跟你说妈，以后他要是再敢欺负你，我就不要了。哎呀，儿子别冲动，赶快上班走吧，上班走吧。妈，今天晚上想吃啥饭，我去给你做。媳妇儿做啥我都喜欢吃，走，我们一块儿做。想当初你们俩在学校那么恩爱，现在也结婚也开公司了，真羡慕。还好吧，谢谢啊。你现在咋样？我呀，哎，一般了。那个，能不能先借我50000块钱？你稍等我一下。哎，好。兄弟真好，真讲义气。什么意思？这么多年的兄弟，这点信任都没有？以后别说我有你这个兄弟。让他洗个借条也没什么吧，他这反应未免也太大了。我是想让他把银行卡号写到上面。你看到的我，你看到的我是哪一种颜色？悲伤或快乐？豆豆，这是你一直想要的这件衣服。哪来的前男友？退了吧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我们在一起很久了，他有车有房，你去找一个不要车不要房不要彩礼的丈母娘吧。豆豆，我
们虽然在一队认识，我现在也没有车没有房，但我愿意去奋斗啊！我会用我余生所有的时间去实现你的每一个愿望，我这辈子只想好好照顾你。妈，你听到了吗？这才是我想要嫁的人，有房子不是家，有自己爱的人才是家。豆豆，上回我出差借了咱爸500块钱，今天我发工资了，还给他，一会儿你给他哈。干啥呀？我给他添200。这几个意思？咱俩呀，测试测试咱爸，看他诚不诚实。好。咋了，闺女？小黑上次不是借了你500块钱吗？哎呀，你们拿着花吧。哎呀，拿着一码归一码。那我就收下了。你不数数？一家人数啥数？我回去睡觉。哎，点点吧。不用了。多了200，这俩孩子真有孝心。这5个月纪念日又赔了200。雪花飘飘飞。张三，今天咁热，做咩着两件衫啊？罚200蚊。准备不着衫吗？罚200蚊。爷爷啊，我觉得你这样玩小明太明显了，那怎么办？你叫小明呢斟杯水给你，如果斟杯水给你，你就说你想热死我吗？如果他斟杯冻水给你，你就说你为什么不斟杯热水给我？小明过来。Oh no！ 你去帮我斟杯水来。好，你要冻水定热水啊？做咩有着外套啊？罚200蚊，出去做嘢。